介绍的笛子的部分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由这个这首接下来要表演这首歌曲呢，就跟我们的笛子比较有大的关系，几乎是主轴，对不对？对，带来这个是我们乐团的创作曲。是，那这首歌曲叫做《微光希望》，送给大家这首歌，我们来一个热情的掌声。
但是呢，刚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每一个桥段里面都有每一位乐器呢特有的声音比较凸显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在一首歌里面能够将所有的乐器融在里头，然后呈现出一个让大家能够在心灵上面或者是在听觉上面都能够相当舒服、相当祥和的一首曲目，就是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一首《微光希望》。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舞台上有一位非常可爱的两条辫子的老师，有没有注意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琵琶老师，叫做我们的。